今天看我来教会你了二泉音乐。哎呦，搞错了，再来。第一个音是啦，那么第一个音我们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放弱一点，它没有这个弓头的感觉，它没有这个一下子炸出来的音，它是稍微慢一点且弱一点。那么怎么去做弱呢？我们的弓压不要放得很大，咱们弓压稍微放小一点。好，那么前面拉嗦拉，拉嗦拉这几个音我们是要连在一块的，然后拉上面我们加一个颤指。那么你看我们的弓子其实进行到了大概是三分之二，对不对？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一给我们的发咪，好，发咪，发加一个强调柔弦，咪。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的重点在发咪而不是在拉嗦拉，所以说拉嗦拉咱们稍微的快一点，发咪强调柔弦，哆瑞，好，这个瑞咱们进一个迟到柔弦。什么是迟到柔弦？就是不要一上去就立马揉，咱们一定是先等音出来，好，过一会儿再揉。